日前，陈伟霆的家人突击片场为他庆祝38岁生日，令网友惊讶陈氏一家颜值超高。当日，陈伟霆的母亲、家姐、哥哥及阿嫂均现身道贺，一家五口整整齐齐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来自各地的数十粉丝在片场大搞惊喜生日派对，现场还用闪爆布景板及气球布置和 Q 版造型蛋糕。不少网民见到陈伟霆包姐都惊呼，其外貌更酷似影后刘嘉玲与孙家军的混合体，好漂亮！一家人颜值都巨高，家庭氛围好好。对此，陈伟霆在镜头前调侃说：“姐姐能不能出道？姐姐一直问我像不像刘嘉玲。”陈伟霆包姐即尴尬笑称：“我没有耶，哈哈哈！有你的长相，我应该也不太差了。妈妈漂亮，所以我们漂亮，你也不差。”陈伟霆包兄则笑问网友：“两兄弟像吗？”陈伟霆打趣道：“像啊，你现在瘦了一点，我胖了一点，很像的。”